这个打折，我们其实是可以比赛，引入这个规则，然后做的跟 MMA 不一样。比如有些动作，我们就用分数来，分数不一样。那个裁判要够强。没有，这个要先玩熟了。对啊，裁判要够熟。所以我说第三届，这个第三届会是一个重点。这个节奏，裁判也要够熟。对，可以，好，弄好，翻起来。好，时间到。